suggested me to go to take a shower, and she said she can help me. I said, oh, that's fine. So we both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she, you know, cleaned my body, and then we went to bed. We started to kissing each other and touching each other, and then make love. Richard, at any time during your contact with when it became romantic, did she say that she did not want to have sex with you? No, she didn't say that. She enjoyed the whole.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爱妹档案。2022年10月3日，刘强东性侵案庭外和解的消息从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传来，令兴致勃勃的吃瓜群众多少有些失望和出乎意料。刘强东和刘静瑶的律师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2018年那起性侵案所带来的民事诉讼以庭外和解的方式告终，双方的误解 misunderstanding 已经消除，以后啊不会再对此事发表任何的评论。声明中的这个 misunderstanding 颇为值得玩味，它可能并非是一场误会那么简单，更接近是啊互相错误领会了对方的意图。那么事发时他们各自的意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说这大戏落幕的有点意外呢？是因为啊就在此前一两天，双方还是剑拔弩张。女方高举 MeToo 大旗，通过律师向媒体造势，一副要跟刘强东鱼死网破的架势。而强总呢，也自恃人品好，银元多，毫不示弱，不仅放马过来，还拉上了大着肚子的奶茶张泽天助阵，俨然夫妻同心，是把狐狸精扒皮抽筋的气势。而法院那边也都安排的妥妥的，陪审团挑好了，开庭时间定在两天后，各路媒体也都赶到了明尼苏达，架起了长枪短炮，就等蹲这个大头条呢。结果啊却等了个寂寞。这好比啊就是到了战场上啊，双方首领高呼冲，等到了跟前呢，两人突然握手言和了。这画风转得太快，导致大家都有点跟不上。这件事的突然哑火呀，不免让人想起来4年前啊，当性侵案刚爆出来的时候，时任娱乐圈纪委书记的王思聪发过的一条内涵微博啊，应该是价格没谈妥，送到局子后谈明白了。感觉在王校长眼里啊，这就是简单粗暴的一场收费身体运动，归根结底冲着钱来的。细琢磨起来呢，好像又有哪儿不对。以刘强东这样的富豪吨位啊，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如果要封口呢，应该是分分钟就能解决的。事实也证明，他请来的那些个大律师个个收费高昂，算下来一个小时的律师费要花掉2-3万美元。相比之下，对方只提出区区5万美元的赔偿，就是洒洒随啊。如果是钱的事儿，根本犯不上扯了4年还放下狠话无数，直到最后关头才息事宁人吧。而女方如果图的不是钱，那图的是什么呢？这一切啊以和解声明里一个 misunderstanding 就轻飘飘的带过，这怎么能行呢？好在啊，根据美国法庭的流程，这个案子虽然最后没有开庭，但是啊，开庭前所有的几次听证会啊，以及双方律师递交的证人名单、备忘录以及大量的物证资料，有些我们是可以查到的。下面咱们就结合这些信息，以本案3个不同当事人的视角来略微还原或者说猜测一下，在这场罗生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声明一下，以下为网络信息的梳理以及个人观点，如果有不认同的呢，欢迎大家理性的留言讨论。女主刘静瑶，白净可人，长发飘飘，长相气质神似正房奶茶妹妹。强总出轨一定找个老婆同款，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态。然后啊，就是那句著名的曾经被多家媒体反复转载的话，如果你愿意，我能让你成为第二个邓文迪。不得不说，霸总就是霸总，给人家画大饼的直接对标邓文迪。
他咋不说我让你能够成为撒切尔夫人呢？那么这个被刘强东看作邓文迪的女孩到底是什么来头呢？网上对刘静瑶的背景啊是众说纷纭，我们可以从她心理医生提供的录音里面略知一二。那有同学可能在这儿觉得奇怪，心理医生可以公开两个人对话记录吗？不是有医患保密协议吗？其实这是因为啊，刘静瑶在起诉书里头提出索赔金额的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她在精神方面受到的伤害，那这就像法医验伤一样，你只有裁定出是几级伤残才能进行赔偿。本案啊，有指定的心理医生对她进行精神评估，而这份鉴定报告也是本案重要的物证之一。这份报告中他提到，他出生在山东青岛，小学时候跟母亲搬到了北京，入读了一个非常特殊豪华啊，由古代宫殿改建成的小学。根据这个信息呢，我们查了一下，北京由王府旧址改建的小学屈指可数，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克勤郡王府改建的第二实验小学。这实验二小呢，是西城区一流的一类小学。根据刘静瑶的描述，他作为一个外省过来的插班生，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只是做了个校长面试，就进入了这家超难进的顶级小学。而对普通人家来说，不要说入学了，即使是第一关北京户口，就是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刘静瑶说，进入这样的学校主要是靠他舅舅的社会关系，而这个舅舅是如何打通校长那一关，他并不清楚。刘静瑶的舅舅到底是何许人，网上有各种猜测，都是口说无凭。不过能搞定一家人的北京户口，把外甥女插班进实验二小来看，在卷到飞起的环境下，这绝对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相比神秘的小舅呢，刘静瑶的父亲刘毅倒是有迹可循。中国法院网显示，2006年刘毅牵涉了中国石化的一起贪腐案，刘是同案犯，被判刑五年。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妈妈会带着刘静瑶搬到北京。后来还有一份聊天记录被公开到了网上，交谈的双方啊是刘静瑶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崔海涛。一个细节啊，在崔教授的通信记录上，刘静瑶名字后面还有一个备注，刘毅高金十七闺女。拆解下来啊，应该是刘毅高级金融管理第十七学员的闺女。也就是说啊，刘静瑶的父亲刘毅曾经是崔海涛教授金融管理班的学生，而事发时呢，崔教授则是明尼苏达大学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作的 DBA 项目的负责人。这个 DBA 项目啊，就是刘强东来参加的这个项目。查了一下这个 DBA， 也就是这个工商管理博士的项目，官网上直截了当的就说啊，这就是给中国商人量身定做的。刘强东出现之前呢，也是两届没什么名气，最多是中国的煤老板买买文凭的机构。这回项目的名气可算是被强总给带大了，校方呢绝对不会想到竟然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说回到刘静瑶，她中学读的是北师大二附中，根据她入学明尼苏达大学的申请，她考过了钢琴十级，还精通马术、网球、高尔夫球，是有些个高质量才艺在身上的。明尼苏达大学外国留学生的学费每年呢大概2到3万美元，他住的公寓啊叫做 The Link， 普通的一卧房每月也要1500美金的租金，算是当地高档的住宅了。刘强东啊就是在这儿和刘静瑶有酒后乱性的罗生门，共赴了一次惊涛骇浪。刘静瑶被强总给强了，开始呢他跟警方的口供说是自愿，后来又改口性侵。他为什么会对同一个过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呢？我们先来看一份对话截图。刘静瑶这次啊是作为大学生的志愿者接待刘强东以及这个中国著名企业家代表团的。跟这么多企业家接触啊，他一开始也非常的兴奋和期待。他给自己的父母发微信说，有很多大佬加了他的微信，以后实习啊根本不用愁了。刘静瑶把刘强东当成了自己的人脉资源。他可能觉得无论实习还是找工作，能得到刘强东这样的大佬钦点，跳过层层的选拔，一步登天，那不是指日可待吗？更何况呢，他从小就亲眼见识过关系权力的力量，舅舅啊就是这样让他在小学的起跑线上赢过，所以说觉得攀上刘强东这个高枝儿，职业前途一片光明，可以说啊这是刘静瑶的第一个 understanding。
同时也是他的错觉 misunderstanding。 为什么呢？因为面对这样一个涉世未深且把心思写在脸上的女孩，强总这样的商界老狐狸当然知道该如何下手。我可以让你成为邓文迪啊，便一语中的。此外呢，这句话也已经明白了，这就是一场交易。强总为什么要拿邓文迪来说事儿呢？可能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的人眼里啊，邓文迪就是靠男人上位最终得到成功的典型。先是跟大自己31岁的资助人在一起，破坏了对方的婚姻以后，给自己挣到了一张美国绿卡，然后搭上了自己的老板啊，比他大37、8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让对方抛弃前妻跟自己结婚，又通过冷冻精子给自己生了一双女儿，进一步巩固地位的同时啊，通过老莫的人脉给自己开公司拉投资，跻身了女企业家，哪怕离婚以后啊，也能坐拥上亿身家。可是并非所有女孩都认可邓文迪的上位之路，但是强总呢用邓文迪给刘静瑶树立样本看来是非常奏效的。这里面啊，明确告诉了刘静瑶接下来怎么做。可是真的迈出这一步呢，她应该还是经历了一番挣扎的，这也从她那次饭局前后种种细节可以看出端倪。她曾经拒绝了和刘强东单独进行晚餐和打高尔夫，而选择了和其他很多人，包括自己认识的陶同学一起参加集体会餐。他一开始啊，跟服务生说自己不能喝酒，坚持要来杯热茶，坐的也离刘强东很远。不过随着酒局的进行，在发现刘强东已经坐到身边以后，他便对递过来的酒杯不再拒绝，后来啊，还自己主动往杯子里面倒酒，还和同桌的另一位男士击掌庆祝。在晚宴结束后，他主动的给所有人拉开了餐馆的大门，发现刘强东离开以后，又紧跟了几步上了同一辆车。刘静瑶事后跟警察说啊，当时啊，他来明尼阿波利斯才7天，不知道如何回家，所以才接受了刘强东送他回家。不过后来这个话呀，已经被拆穿了。他在这儿读书2年多，而且手机里就有5本。之后发生的一切呢，更成为了各执一词的罗生门。刘静瑶说刘强东在车里啊就对他动手动脚，司机也说在后视镜里看到刘强东有过好几次强行拉住女孩想要往他身上压的动作，但是之后的公寓监控中呢，却拍到了两个人手挽手一起进入电梯的画面。刘静瑶还做出了类似邀请和指路的手势，可是他解释说啊，他是被胁迫的，刘强东紧紧地用胳膊夹住了他的手，让他抽身不能。至于肢体语言说明什么，大家自己也能看得出吧。从晚上10点啊，两人进入女方公寓到凌晨2点之间，因为没有任何的监控图像，所以啊，更是双方各执一词。男方坚持认为这本来是个很美好的事情，这个是刘强东的 understanding， 同时呢，也是他的 misunderstanding， 因为他不知道啊，女孩想要的不仅如此。凌晨2点以后呢，女方通过微信联系到了当晚也一起参加晚宴的另一位志愿者，男性留学生陶同学。他对陶同学说啊，我是被迫的，他在车里就开始骚扰我，我被他按得死死的，逃也逃不掉，我求他别这么做，现在我要考虑明天如何逃走。看到这样的信息呢，陶同学劝他立即报警，结果刘静瑶拒绝了，但却表现得有点言不由衷，还说了一些我的家人养不起我和你无法保护我一类的理由。可能是看这最后一句啊，陶同学立马就炸了，哎，就算我保护不了你，这是美国法治国家呀，警察还能保护不了你吗？网上一直有人说陶同学是个舔狗啊，对女神追而不得，因爱生恨啊，什么对刘强东老猪拱嫩白菜羡慕嫉妒恨，和女方串通一气搞仙人跳什么的，其实未必如此。后来的监控中你能看出，警察到来以后啊，陶在不远处的走廊里反复踱步，的确是显得很焦急。而且也有知情的同学说啊，他跟刘静瑶是在这次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才认识的，前后可能不过10来天，不管时间长短呢，我倾向于他可能真的以为啊，刘静瑶被侵犯了，而且有危险，所以才打电话报警，单纯是一个做人最基本的反应嘛。不过他这一个见义勇为的举动反而给他带来了麻烦。根据警察当日携带的随身摄像头显示啊，在核实了双方的身份之后，刘静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自愿的，然后呢，他又反复强调我成年人啊，没有被胁迫，
没有受伤，所有的一切是自愿的。Hi, ma'am. I'm Sergeant Dominguez with the Minneapolis Police Department. Yeah, I know. Okay. So, can you tell us me a little bit what was going on tonight?Why we're here? And... I had sex with him spontaneously. What was it? I had sex with him spontaneously. So, what you're saying is consensual? Yeah. So, why would your roommate say it was? He's not my roommate at all. No. The other party that was here? Yeah. He's not my roommate. What? Who called us? Do you know who? I think it's him. Yeah. It is him. Because I got drunk yesterday. And I was brought here. And he thought I was great. But actually, it's not. 而且他把抱紧的陶同学给推到了水里。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他误解了我短信里面的一些意思。当时啊，两个人的对话到底说了什么，在中文的表达上也许啊，这个博大精深有点模棱两可，但是从后来提交到法庭上的证据来看，在英文的翻译上可是一点都没什么好误解的，上面非常清楚的说，我被强迫和刘强东睡觉。尽管他前一句啊特别强调说你保证啊不要告诉别人，但是陶同学明显没听他的。警察显然还是只能理解这个英文的字面意思，于是啊，这就有了后来那张广为流传的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逮捕照。警察在当时的情形下认定了刘强东不具有攻击性和危险性，但是同样也不太相信刘静瑶说的两厢情愿啊，共赴生命的大和谐。隔了还不到12个小时，女方又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来到警局做了一次陈述。这次她推翻了之前双方自愿的说法，而是说自己受到了强迫。他说他只是想请刘强东到公寓坐坐聊聊天而已，谁知道对方却把这个理解成了约炮，于是进门以后啊就动手动脚。面对精虫上脑体力又比自己强很多的男性，刘姑娘在房里啊是各种躲啊闪啊，最后提议大强子应该去洗个澡，觉得可能凉水冲一冲能给他下下火，结果男方却理解成了，哎，洗干净才好洞房。 He cleaned the bed and suggested me to go to take a shower, and she said she can help me. I said, oh, that's fine. So we both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she, you know, cleaned my body, and then I went to bed, and she stayed at the bathroom for a while. I think she also take a shower at that time.And then we went to bed. We started to kissing each other and touching each other, and then make love. All right. And then after making love, we were both very tired and sleepy, so we falling asleep very quickly.Richard, at any time during your contact with when it became romantic, did she say that she did not want to have sex with you? No, she didn't say that. She actually, she was very, she enjoyed the whole process. 刘强东混迹江湖几十年，女学生显然不是对手，他画饼又有诱惑，又一文不值。但邓文迪能够通过默多克得到成功，那前提条件他是默多克太太，而刘静瑶要成为邓文迪，你得先成为奶茶，而这一步才是最难的。这里面最大的可能啊，是大强子爽过那两三分钟以后啊，连演一演拖一拖的心思都懒得有，你想当邓文迪，但我也不是默多克呀。委屈、不甘、愤怒，再加上还没完全过去的酒劲儿，于是女主啊，在刘强东还没离开的时候，就跟人聊天抱怨起了这个事儿，结果对方报了警，那这事儿就大了。随着更多人和群体的介入啊，哪怕是在警方以证据不足取消掉刑事指控之后，女主也要走民事起诉。那这到底是不是她的意思，还是背后有什么推手，咱们就不得而知了。这里呢，还有个细节，她在一开始提出索赔50,000尚不封顶的时候，就接受了很多的媒体采访。他当时还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那些被职场潜规则伤害的女性发声。
不管赔多少都会捐给妇女保护组织。然而要开庭的时候，他的律师否认了这个捐款的说法，说这钱赔了也是归刘静瑶个人所有，到时候捐不捐，捐多少，那都是他的事儿。其实最后和解拿钱走人，也许对于刘静瑶来说算是比较好的一条路了。因为刘强东后来请来的四位大律师啊，个个身经百战，专打名人官司，真的要上庭，估计刘静瑶能被翻来覆去扒好多层皮。那个报案的陶同学还有招募志愿者的明大教授啊，都拒绝为刘静瑶出庭作证，具体翻脸的原因不详，所以刘静瑶有几分胜算啊，都是未知。和解他能拿到多少赔偿，注定是一个谜。不过法国断头皇后玛丽啊也说过，所有命运的馈赠其实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花了大篇幅来讲这个女主，那么咱们接下来就要讲讲这个刘强东背后的另一个女人，奶茶妹妹。其实在九月中啊，就有人在美国超市拍到了刘强东和奶茶一起逛街的照片，她肚子高高隆起，一看就是怀了二胎。听说奶茶是陪着老公过来上庭撕小三的。下面留言的画风就成了，妹妹啊，你是签了多么不平等的婚前协议才能容忍这么一个出轨渣男，还是一个一个给他生孩子，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其实以奶茶这么多年当京东老板娘一贯的作风，她这次站强总也是正常。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故事啊，说刘强东的初恋是一个叫做龚小晶的大学同学，因为家境悬殊呢，女方父母反对，最后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她却一直念念不忘。京东京东啊，刘强东的东，龚小晶的晶，这个晶就是来自于此。这个初恋呢到现在都依然在京东里面任职，而且还是在战略副总裁的高管位置。另外一位啊是番茄门的世界女主。2012年的一天，刘强东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出了阳台上结的第一颗小番茄。十来分钟以后呢，同样一个番茄照片出现在了小家电采购总监庄家的微博上，配文也是我家的番茄熟了。这就奇怪了，那同一个番茄会长在两个人的家里呢？那或者就是说同一个家？于是网上福尔摩斯们啊纷纷上线来印证这个番茄门事件的真实性。最后女方啊出来承认了，自己大学毕业刚进京东的时候就对强总芳心暗许，后来刘强东生病住院他是全方位照顾，最后就那啥种番茄了。两个人呢交往了三四年，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公司里都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却是因为一个番茄而被眼尖的网友给看了出来。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啊，怎么听都有点逼宫上位的意思。而这一点野心呢，一旦放到了台面上，也意味着就算是他拼尽全力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不过他就算是成了刘强东的前女友，也同样没有离开京东。然后呢就是咱们都知道的奶茶妹妹了啊。刘强东跟他在2014年在美国被人拍到一起同游，几个月以后呢就领证结婚，然后又隔了不到四个月生下了两个人的第一个儿子，效率高的堪比京东物流啊。初恋是女大学生，番茄门是个女大学生，奶茶妹妹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呢也是女大学生，后来强奸案女主刘静瑶还是女大学生，这是铁打的京东流水的女大学生啊。奶茶能够上位成为正室，可能是因为奉子成婚，而刘强东对美娇妻依然留了一手。他在婚前啊就将手里的京东股份以信托的形式转入了一家位于英属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成为了自己婚前财产。在之后的十年内呢，他每年只能从京东象征性的领取一块钱的工资。也就是说奶茶妹妹啊如果离婚后只能分到每年五毛的婚后财产。而且他们的孩子也无法得到京东的股份。说白了，在这段婚姻中刘强东就是一个皇上一样的存在。朕赐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的你也不能抢。奶茶妹妹能够大度到让刘强东的两任前女友依然在京东任职，能够在性侵案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发微博支持老公，能大着肚子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去给被告老公站台，在和解以后呢风轻云淡的来一句，人生总有风云，但是时间永远向前。很多人不理解啊，我这么打个比方，这就跟上班似的，你还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拿分红拿年终奖了，最后却因为忍不了什么都拿不到的走人了，换谁也不干呢。也可以看出啊，奶茶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劲儿的隐忍求全，
他其实也在一路复制粘贴着邓文迪的路，当名媛，做慈善，自己开公司，投资各种新兴产业，一路向亿万富婆迈进。现在才29岁的他，也许是在等那一天，既不是奶茶妹妹，也不是京东老板娘，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女主剧本。而在那一天实现之前呢，他不过是用当员工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婚姻，做到本宫一日不走，尔等永远做妾。而在这两个女人面前啊，本案的男主咱们的强总却显得有点黯然失色。不过既然事儿是他引起的，咱们也就说他两毛钱的吧。刘强东请来的律师个个都来头不小，真要打起官司来，可能会把原告撕得片甲不留。但是他却也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和解，这到底又是唱的哪一出呢？外界普遍猜测，他可能是受到了京东董事会的压力，不管案子输赢，本质上都是丑事一桩。作为上市公司啊，必然会引起股价的下跌。还有就是啊，女方其实是把刘强东外加京东这个公司一起给告了的。原因是当晚吃饭买单那2000多美元其实是京东付的账。后来送女孩回去的司机啊，在楼下把风的助理都是京东的名义啊请的。换句话来说呢，这事儿属于一个商务活动。出了事儿呢，是京东公司没有保护好志愿者，要负责任。要说东哥这操作呢，属于公事跑啊，业务一夜情。那就算是旁听席的奶茶妹妹能听得下去啊，估计董事会的脸也没处搁。所以啊，案件发生以后啊，刘强东就非常主动的和京东做了切割。在2020年4月，他就不再担任京东的法人、执行董事、总经理这一系列的职务了。今年4月呢，更是连 CEO 都辞了，而之前担任的政协委员也以个人原因给辞掉了。而且呀，开庭前的3个月，他还通过名下另一间名叫 Max Smart Limited 的公司减持了京东在美股 1.11 亿股，看起来好像是被丑闻拖累要被股东会给踢走，但实际上即使转出了手中这 45% 的京东股份，他依然拥有总投票权的 76%。而这次交易呢，就让他套现了6.53亿美元。这起案件恰恰给了他一个全身而退的好机会。只不过他和奶茶结婚前以年薪1块钱提前领的这10年总裁工资啊，现在大伙给算算，是该退回去几块钱呢？可是不得不说啊，对于某些人来讲，好像总能把危机变成机会。感谢收看的《爱猫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